我哋依家開股啦。咦，冇反應，再嚟。Yes。我未慣在你眉眼，發現愛似常短暫。糟糕的面容，僵硬的脸，冷的真面目。其实呢，我就真的没叫大家估我最快要喝晒，应该要用几耐的时间。咁所以呢，我梗系慢慢饮啦。你估攞到？想攞到呢個咁珍貴嘅吳若希簽名司機有咁容易嘅咩 ？No。